古琴是什么？《聂隐娘》中，嘉诚公主借古琴诉说着青鸾舞镜的故事。《三国演义》中，诸葛亮焚香操琴，退却敌军，得以保全空城。影视剧中，主人公通过古琴抒情达意，大多数对古琴的认知仅止于此，殊不知琴弦一拨，就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源远流长。清雅的旋律来自这张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琴，这张名为太古遗音的古琴，在琴弦拨动间倾泻出中国文化底蕴的源远流长。这场开幕式让全世界开始熟识古琴，这是中国最具文人气质的古老乐器，几点琴音便可笼罩大河上下，四野八荒。抚琴者陈磊基端坐在画卷之上，传播着历久弥新的中国文化。那一次的活动，我觉得是让世界认识了古琴，中国人也是很多人是在那次认识的。但是其实古琴还并没有真正踏上真正的音乐舞台。出生于上海的陈磊基，9岁开始学习古琴，成为古琴大师龚一先生的开门弟子，12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，成为文革后中国第一位古琴专业学生。为了拓宽视野，寻求古琴的新发展，陈磊基1989年大学毕业后便旅居法国，学习西洋音乐。我是89年底去的法国，在法国主要经济来源是靠弹古琴，所以呢就会经常举办一些音乐会啊。记得我在法国国王的一个博物馆里面，那我就每天去像上班一样去弹琴。在法国十几年，就给了我一个比较自由的成长空间。我有一个特点，我不太刻意，我特别随意，我只是比较真实的去生活经历，是属于一个比较顺其自然的人。我以前收过一张画，特别美，一看就不是一个画家画的，又画的不是特别好。一个老者看着一个书童在洗一棵树，边上写的洗净梧桐好作琴。洛河从伏牛山下流淌而过，相传伏羲就是在洛河之畔看到凤栖梧桐，便觉得此树必是桐林中的神品，堪为雅乐，于是朝向梧桐树拜道：“皇天降旨，师民以乐。”古琴
由此而生。我出生在河南的西部玉溪，就也是洛河边上，我们老家有梧桐树。中国有一句谚语嘛，说家有梧桐树，招来金凤凰，凤飞梧桐不栖。古人用梧桐做琴，也是经过千百年以来总结下来的经验。我们老家呀，那个地方产大漆，有大漆的传承，从古代一直流传到今。跟古琴结缘也是冥冥之中的事情。2003年的时候吧，当时我记得好像是一个杭州的一个弹琴的老师，因为选琴嘛，他要弹曲子。哎呀，当时我一听，我感觉这种音乐我从来没听过，天籁之音啊，就无法形容那种感觉。它是融入到心灵的一件乐器，当时就这样就打动了我，下决心做琴。周围的亲戚朋友邻居都不知道我干嘛，都是反对我，但我家人还好，但也架不住时间长就那样，做出琴还不好，没有收入，卖不掉，这一年到头你整天都这个没收入，那后来全部都反对我。生活的艰难并没有让他随波逐流，为了更好地制作古琴，2009年，他硬是把工作室从老家河南搬到了北京远郊。当时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，借了一大笔钱，要在北京要租房，对我真的是一个赌博，把我全家的身家全投进去了。哎，老板你好，你们那个收琴吗？古琴啊？不收。不收啊？到北京之后就接触这些老师呀，这种机会就相对的就很多了，然后经常去拜访，经常去听这些老师的指点，提一下意见。那好，声音呢，那个就是可贵的呢，就是韵味，韵味很足，而且呢非常的安静，不躁。心情呢最怕躁，就是老琴离我们年代近一点的呢，有些呢还是火气很旺。你这个琴能够做到没有火气啊，那个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，除了功夫还有你的智慧。他的古琴逐渐得到业界的认可，凤凰鸣矣，羽比高岗；梧桐生矣，羽比朝阳。李朝阳与古琴冥冥当中的因缘得以发芽成长。出国留学的陈磊基在西方音乐的关照下彻底改变了对古琴的态度，西方音乐的严谨铺陈，中国音乐的意象留白，中外融合共生，让古琴在新时代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。古琴主要还是作为一种雅乐，它是比较严肃的一种乐器，
西方对应的其实就是西方的交响音乐。像如果有古琴协奏曲的话呢，也用了一种西方人能够接受的一种形式，是最合适的一块敲门砖，所以我比较有兴趣做这个尝试。各种形式百花齐放，这是古琴的未来。陈磊基乐冠中西，在世界音乐的舞台上传播着古琴的悠扬，那么李朝阳则是拂去岁月的尘封，将隐匿在时光那一头的酌情记忆真实的呈现。故宫古琴图典书中记载的八宝徽传世名琴，多少次让他魂牵梦绕。最著名的一张八宝徽的琴啊，是崇祯年间的那个陆王琴，现在在辽宁博物馆。他那个八宝徽呢，我们从外观上来看呢，就是可以说是披红戴绿啊，十分华丽。李朝阳决定从一棵梧桐树开始，心怀工匠的虔诚之心，让八宝徽古琴的魅力重见天日。这一天，伏牛山上一棵笔直高挺的梧桐树终于等来了他的知音。穿越千年的酌情记忆将在时光的这一头熠熠闪光。这树啊，长的地方不一样，它物理特性不一样，它出来这个发音震动频率都不一样。找这个树啊，它一定要长在朝阳的这一面，就是阳光照射的比较充分，它这个材质会非常的紧密。长在阳坡的，它还有这个阴面、阳面，受阳光的这一面，还有背着阳光的那一面。梧桐树的中段结成木板，要经过无数遍水的浸泡和火的烘烤。水为至阴，火为至阳，阴阳者天地之道也。从梧桐木到古琴，要经得住时间的打磨。日月星辰见证的不仅仅是匠人手掌的温度和制成的善心，更有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滋养和浸润。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梧桐做琴不易，培养古琴人才更难。随着国内渐渐掀起古琴热，陈磊基开始专注于古琴文化传播，培养古琴教师。不太建议上来就弹一个小曲子啊。小的时候不要有这个关节，不要有这个关节，这样。当年上音就我一个，当时全国专业学生也就几个，那你肯定满足不了现在这个社会的需要。我们算了一下，中国需要5000个古琴老师，这个是众人。当然我的老师也在做这样的工作，已经70多岁了，龚毅先生，他年龄这么大了还在做，那作为晚辈来说，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。我觉得古琴对我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责任。
天我已经定了我们学期考试的演出的时间是12月21号，大家记下。他其实也很有意思，这个你能听得出来，这个味道有点这个啊，这个来了，这个不一样的味道，他有点。这个只要看废话。酒狂为什么看的好像弹起来很简单，听起来很复杂，好像挺复杂，它就是乐器吧，它有个带气，所以你那个地方没有带气，你就最后一点点马上就好了呀，很简单的事。陈磊基上完课忙碌了一天，对他而言，夜晚小酌之后抚琴弹上一曲，浑身的疲惫与劳累便烟消云散。追求虚静高雅的境界，抚琴者必须将纷扰的外在环境和闲适的内在心境合二为一，才能达到琴曲中追求的心物合一、人情合一的艺术境界。世间的万物都是变化的，琴声里流露的喜怒哀乐的情致也转瞬即逝。生命的不同轨迹总是会因为共同的信仰而产生交集。我们这个弦场是什么特点呢？再带来什么弦必须细，音必须低，但好的琴仔仔细细的听，延长时间十秒，在古琴大师龚一先生的讲座上，经过引荐，陈磊基和李朝阳终于相见了。这位就是陈磊基。哦，陈老师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您好，你好。这个就是朝阳。朝阳。哦。啊。朝阳。这上次听说陈老师的大名，也是因为机缘这个见面。啊。奥运会上面就是这个人物，是是是，我早就听，接触古琴都听说了。一个是豪放的抚琴者，一个是内敛的酌琴匠，两人在古琴上可谓勤苦用功，神情专一，时空的感应让两人发生了齿轮相契的碰撞。陈磊基专门探访了李朝阳。陈老师，你提一个西凤琴陶一个匾额。为什么叫西凤琴陶？西凤琴陶，因为我是这样想的，因为我的琴基本上都用梧桐木做的，有一个说法是说凤飞梧桐不息，然后我就叫西凤琴陶，是这样一个说法，跟桐木干上是这样一个意思。哇，这么多木头啊！哇，这是半成品，这是要做成这种胚胎，要放个一年，至少放个一年，就在这放着，然后让它那种木性退一些，应力要退一些。
刮的那个细灰，然后这个细灰打磨，这下去就该就说把这个脚尾啊、月山啊简单的修一下，然后就开始刷漆了，这么一个过程。就如果你要用八宝灰的话，其实就是希望能够金石之音啊，视觉上更漂亮一些，然后就是说这个音色可能它会更坚实一些。刮过灰啊，要不上过漆啊之后啊，就这样把琴这样架在这里边，它阴干的，它有粗有细，有不同的那什么，这是一个种类，这不同的那什么。这个、啊，这个是假的。对，这都是真的，这全都是真的。这个还不够细吧？这个是它有粗有细啊，其实是一个比例的问题。哎，对，就也就是说，你现在等于是，八宝灰加上鹿角霜。对对对，所谓的八宝灰，它都是就是说和鹿角霜一块用的，没有说全用珠宝调大气，那就出来就跟那个石板一样，那发不出音了。在古琴学的人那么多啊，不可能有那么多老琴，那肯定是新琴要做。希望能够早日听见这个八宝灰的琴。一张琴的好坏，这个音色的好坏，它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操腹，什么地方该厚，什么地方该薄，这个完全是靠经验，靠耳朵决定你怎么去动刀。打个比方，就是跟立发是一样，你立发你立不好了，只能说越立越短，越立越短。所以说这个时候去下刀非常慎重。Thank you.
刮多少遍灰胎很难回答的，没有变色，甚至有可能说七八遍十多遍都有可能。要打磨的非常细致，漆里边针尖大的杂质都要打磨掉。春天刷漆和夏天刷漆就不同，还有秋天冬天都不同，晴天和阴天也不同，所以说这个技巧性很大。一般的阴房是就是说可以调节湿干湿温度的，包括湿度啊包括温度啊都可以调节，最好是恒温的。时间一分一秒的催生着八宝灰古琴的诞生，经过细心打磨，八宝灰古琴终于呈现出它的庐山真面目。哎呦，陈老师，哎呦，这么快呢？我没想到这么快了。这个请坐好了。哎，坐，对，坐好了，看什么？先坐，陈磊基又一次来到幽静的四合院，抚摸着最终做好的八宝灰古琴，爱不释手。我觉得弘一法师说那个我觉得挺高的，人有三种生活，什么一个是物质生活，一个是精神生活，其实就是代表艺术，还有一种这个叫做信仰的生活。在艺术生活里面，音乐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排第一位的，因为它太难得了，一刹那就没了，就那一刹那的感觉。音乐灵感的流动性是抚琴者心中天然的遗憾，而古琴作为一种乐器却是可以长久的保存。李朝阳专于制琴之道，他深刻地领悟到制作古琴既要符合儒家的中和之道，也符合道家的自然之道，乃至符合佛家的无我之道。咱们中国文化就是讲究一个和字，和就是不偏不斜，做什么要中中正正，要和谐。假如说几百年之后我人不在了，我的琴还能传承下去，至少哎以后后人看，哎呀这是哪个年代谁做的琴。古有伯牙和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，今有酌琴者与演奏家殊途同归的姻缘。古琴艺术历尽人间沧桑，朝代兴亡，如今它依然在繁华的都市中，在聒噪的心灵上流淌着自始而终的清微淡远，中正平和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
都值得我们去笃信追随，敬仰膜拜，只因它关乎内心，止于至善。学古琴呢，就可以修身养性，各方面的修养都有所提升。每天可以跟他去交流啊，可以发现一个真实的自己。对我来说，古琴已经相当于我的一部分了。从具有几千年文明和历史的乐器当中，你不由自主地想回归到，想去探寻中国很久远的这段历史。古琴在我生活中就是一种精神的依赖。只有古琴能让我永远驻足在他的身边。